男性的保养组，我想说明一下，就是也许它没有速效的效果，因为我也不想要骗你们，但是你们长期用，它可以帮助你们的未来改善很多问题，我觉得啦，预防很多问题，你们可以用用看。因为男生有时候会不喜欢洗啊，但是我是觉得你至少可以擦吧，擦阴茎让它血液活络，保养你的阴茎，也许你的未来的血管就跟睡前就跟平常有时候小酌红酒帮助血管扩张和预防心脏病等等的，这个也是就逻辑上推论，我觉得它是会有帮助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有帮助的。那只是有些男生会比较懒啊，觉得哦怎么洗还要分两罐还要干嘛的，那我是觉得你们真的可以试试看，其实养成习惯之后，为了自己的身体养成习惯，我觉得没有不好。说它是威尔刚吗？它是保养型的威尔刚，因为它就是的确是针对血管在保养的，它是让你身体让你的私密处的血液循环好一点，那个都会改善我们的性相关的性反应。